这也是剩下一只鸭子，公的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是吧？公的不见了。别嗯哦，叽里叽叽。给你了，虽然这不是我的。赶过去要吃了，知道。因为很快，因为过去赶快吃了，吃要吃了，好不到味道，要赶快过去。来来来，赶快过去哦！来来来，没有叫，赶快过去，来来来来。来来来，来了，池塘的鱼塘往那边走。都被喂饱了，哎哥。全部撒进去啊！哇、哦，哇，整堆来了，你看，叽叽咕咕的，你看，抢食。没了。这一只最漂亮。又来了，那一只被你吃了。饱餐一顿，饱餐一顿。你们没有？地上捡的。快撒进去！乖乖乖。太小了，哥你啊，好棒啊！漂亮哦，你看那红色的。红色那只漂亮，刚刚那一只红色。嗯。那一只漂亮。你撒一下这边。那只都白的。哎，那一只，那一只，那一只。白色的。那只我没吃到。这里是建筑窝的秀峰，那边是秀峰农场餐厅。今天是1999年10月10日星期日下午，到这里来晒晒太阳。这里哈、啊，风景很漂亮。它有公鸭才会生蛋啊。这母的。哎。公鸭不跑哪里去了？鸭子来了。它现在孤零零的一只在这里。哎，又过来了，所以它是一只母的喽。嗯，它是母的了。哦耶，你过来，你看那边两只可爱的鱼。嗯，给它来吃掉了。嗯，好多鱼哦。被鸭鸭吃掉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是要被鸭鸭吃掉的。臭可